如果要去清水地热的话，记得哈、哦，在三星这边要先买食材，不然进去园区里面啊，平均贵三成。这个有零买的比较便宜。然后除了小白笋、蛋跟玉米，这边还有地瓜。哇，我的天呐、啊！刚刚那些买完，总共才160哎。对啊，那些食材蛮便宜的。好便宜哦！我们进去比较看看。啊，等一下进去园区里面看多少钱。清水地热的汤屋在那边，可以在那边泡汤。所以这边还不只是只有煮东西而已。嗨，小黄。来这边要先租竹楼，那这边的食材哈、哦，在这边。哦，他这边的水果玉米一根60块，哎，两只60块，甜玉米2只50。我们刚刚在外面买两只才20块钱而已。然后鸡蛋这边6颗60块，那鸡蛋的价钱倒是差不多了。我、哦、这边有建议的主食时间，啊、哦，每一个都不一样，要煮之前要记得看一下。我们的策略是这样。全部都放进去，这算什么策略？然后煮到熟了拿出来，策略。这好好没有策略的策略。我们现在是这样啦，就是有分那个东西的大小，还有煮的时间的长短。我们打算把东西全部放进去哈，然后算时间，把时间到了就把它挑出来这样。好，我们重新调整了一下策略哦，现在就是把煮比较久的先放进去。然后等煮到时间差不多的时候，再把时间短的放上去，然后最后再一起拉上来。这边冒烟。是蛮久的哎，最近有算时间吗？有啊，出现玉米事故，我们的玉米跑出来了。我看有一根玉米浮在水面上。修，修啊，很修啊。卫生纸也没有筷子啊，可以夹。是有没有夹子啊？这个老公。啊！哦。给你这种就好了。哈不会，所以还是要顾一下、啊。对啊，还是要顾一下。现在要放蛋了吗？对啊，现在要下蛋，鸡下蛋。小心放哦。明明袋子就很浪啊，但是放下去之后就浮起来。下蛋仪式啊，下蛋。请顾着蛋跟玉米。好，来守护着它。在这边煮蛋的时候啊，它那个地方出水口是最热的，然后流到后面这边再过去，所以那边我觉得应该温度比较没那么高。如果在煮的时候，这边时间要长一点，它这边的时间可能要稍微短一点。这个一定要抓着啊，不然玉米等一下会逃生啊。自己绕跑。用这个。油栅栏。油栅栏。我就自己带这个蛮聪明的。那起锅了，起锅了，来去泡冷水了。泡冷水，泡冷水，泡冷水。冷却水。这边有个冷却水槽。泡冷水能泡一点点。没有，把它放横的。哎。看起来蛋也是蛮成功的。嗯，没错。还有那个刚刚买的店家哈、哦，有给我们这种盐巴，还有胡椒粉，哦可以用来加，还有买这种黑色的玉米，5-20分钟大概差不多什么都熟了。这个地瓜哦超熟，而且很甜，很好吃，整根都煮熟了，20分钟。天哪、啊，这边的垃圾丢法还真特别。你好，我要还这个。谢谢。
听 Mandy 说这间蜜饯堂是一个名城，很有名哦，真的哦。好，来进来买买看蜜饯。但是包好比较干净了。这边果然离三星很近，有很多三星的制品，还有很多这种梅子梅片。虽然说是蜜饯的东西还蛮多的，也有宜兰牛舌饼。Mandy 陷入一种选择困难的状态，一时间不知道买什么。在宜兰这边，现在在梅花湖后面的一个叫香格里拉的地方，休闲农场。对，那这边农场呢，我们住宿的关系，所以它有四张票，因为我们都进四人房，可以进去体验。不过现在下雨天哦，也是很讨厌的。它有赋能票，门票原价一张是250，我们现在只有4张。对啊，但是下雨天的话，我也不知道怎么逛。然后我们现在距离入住时间呢，大概还有一个小时，所以我们可能出去绕一绕再回来。不然在这边也不知道干。对，真的下雨天来宜兰玩就是一个无奈。哦，那清水地热公园虽然不错玩，但是可能过雨天的话，雨天备案真的要多一点。没错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先去买个咖啡。哥哥。手机哦，好。跟 Line 小桌上就好。好。电脑前面这段就可以。好的。可以用刷卡现金。Line 也可以。好。菜单这边，可以直接在这边点餐。这个店里面的一个特色，是外面这个地方，这是一个可以拍照的地方。下午茶，吃完再回饭店。哇，看起来好舒服哦。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泡茶的地方哎，而且可以看得到下面这个应该是东山的风景。这边还有泡茶用的器具跟水的地方，你不用一来一去。然后这边有一个热水壶、电视。那这边是卫浴，哇，这里浴室还有一个泡澡的地方。那这个插座的话，它是只有给三孔的这种插座，它没有 USB。的夜间导览有萤火虫可以看，但是刚刚有看到，对，只有四只，有一点惨。因为他说大概五月多才会比较多，然后今天下雨又更少了。对，所以下雨天呢，能做的事情真的很有限，连萤火虫都不出来了。雨天备案不能看萤火虫，萤火虫都休息哦。没关系，我们去抽汤圆。好。继续其他的夜间活动。灰尘。
龟田是什么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龟田。现在是分到的搓汤圆的材料。玩手机看电视，出来打打陀螺，搓搓汤圆，然后玩玩放放天灯，玩玩泡泡，还不错。